这是一个位于 Prudential Back Bay 附近的一个 studio 小型公寓套间。一进门就是一个起居的地方，右侧有三个比较大的窗户，采光非常的好。在这边是厨房部分，厨房配有了电冰箱、油烟机、电磁炉、烤箱和洗碗机。往里面走，在这边有一个非常大的衣橱，储物空间非常的充足。在另外一边，这里是卫生间部分，卫生间有一扇窗户。